这是峡谷怎么变得如此黑暗？我感到一股令人颤栗的力量，来自山崖内侧的异术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挣脱束缚，这样找寻碎片的阻力就更大了。丫头，你要万事小心。前辈放心，我的队员早已进入峡谷寻找碎片了，遇到任何问题也有他们的助力。龙族曾提到过异世之门，当年古昭歌与云中末地一战，纣王修大门将原初之气引入，妄图用它强化麾下的军队，却不想反受其害。但那场战役倒是意外导致了峡谷的形成。云妖鱼被原初之息滋养而成，他们会汇聚在你脚下，引导你去寻找其余的碎片，记得要靠近一点，仔细观察。多谢前辈教导，木兰告辞。丫头，如果你想看清整个峡谷，记得要再靠近一点。鬼谷子前辈让我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玄微子在震颤，有能量散逸，应该就是破晓之心的碎片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听闻木兰将军武艺高强，今日一试果然不凡。原来是上官大人，大人远到峡谷所为何事？婉儿奉了陛下之命而来。陛下的命令，难道就是与守卫军比试身手吗？那就再比一场，怕什么？玄策，不要插嘴。他在看向我手心的碎片，莫非你说的所需之物难不成是这个？木兰奉司空大人之命来峡谷所寻的也正是他。果然是破晓之心的碎片，原来司空大人也，哼，这可有趣了。看来我们的目标有一定的重合，那婉儿便去他处寻找了。木兰将军，我们后会有期。陛下与司空大人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花姐姐，花姐姐，姐姐是在担心碎片被那个婉儿盆儿的先一步捡走吗？有我和哥哥帮队长一起找，一准让他知道什么叫双拳难敌四手。玄策，说了多少次要叫队长？还有，如果你突然变成之前那个样子，可只会给队长拖后腿哦。之前？怎么回事？方才玄策在那片草丛里发现了碎片，碰了一下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还好上官大人突然出现。原来他是为了这个才现身。徒手捡拾碎片，有被侵蚀心智的危险。鬼谷子前辈给了我一些玄微子，用它就可以安全拾起碎片了。分我一点，分我一点。我和哥哥带着玄微子去帮队长找碎片喽。唉，队长，那我先陪玄策去别处看看了。你们也小心。
月照峡谷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，不，直上三千尺。啊，将军，你也是来赏景的吗？没想到你也挺有雅兴的嘛。啊，木兰并非为赏景而来，而是有更加紧急的任务。任务？人生短促如白驹过隙，将军竟还有闲心执行别人给的任务。苦短呐，苦短。来来来，陪在下干了这一杯。难道他也像其他人一般被侵蚀了心智吗？不，我想他平时应该也是这个样子。话说，你在这附近有看到其他碎片吗？哦，破晓之星。好像在前面那棵巨树附近有看到。话说，李某与这宝石缘分不浅呢。当初在长安城的时候，为了他还和敌人结起了冲突，而后又在这里和那名士隐争斗了一番。所谓一体更变异，万事凉悠悠，那热热闹闹的盛世竟由这小小石头操控，谁又知这故事结局将如何收场。罢了罢了，瀑布尚可逆流，这世间又有什么可确定？花非花，鱼非鱼，夜半来，天明去。这家伙。这是，快醒醒，主宰似乎有些异样。出门的时候忘了带上狩猎宽刃。等等，他似乎想和我说点什么。对了，鬼谷子前辈曾提及玄微子可以感知生灵之音，或许可以翻译一二。连通秘境的大门，生命与混沌，伴着蓝紫色的光辉闪耀，站立在永夜中的土地，咆哮的生灵在爆裂中呼喊，唯有雷霆万钧方得破晓降临。大门，雷霆万钧，总感觉另有深意。把它留在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我还是继续前进吧。
手！凯，是我！住手！凯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，队长，如果过去充满罪孽与诅咒，你还愿意找回失去的记忆吗？难道是受到碎片能量的影响？我记起了一些事情，一个小女孩，我想应该是我妹妹，还有一些模糊的过去。却只能伤害，想要拯救却带来厄运。其实你可以不用告诉我的。没关系，是我自己想要说的。做错总好过逃避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先把碎片搜集完整吧。前辈，艺术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，能量从其中源源不断地涌出。我的那是原初之息的力量，既是生发之力，又可使人狂乱。只要天空那道裂隙还在，力量便会源源不断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宝石被砍碎，凭空出现裂缝，以及龙族提到了能量波动皆由一局所致。在这之前，我也有过诸多的猜测，现在看来，真相便是如此。看来峡谷的变化与那场战斗相关。你是以窃取长安的破晓之心启动复原机关巨人，阿木兰为错摆阴谋砍碎了宝石，却不想他的破碎阴差阳错地打开了天空的裂隙，而那道裂隙似乎与某处秘境相连，原初之息源源不断地从中涌出，峡谷的一切异变皆由此而起。再回看一下之前的线索，血族的力量只会作用于动物和人类，绝不会带来峡谷植物的变化，和原初之息更是没有关联。那面具也许只是魏军战败后，军中血族四处逃窜，残兵路过峡谷所留。明世隐在战败后就被朝廷通缉，从此没了踪影，他不太可能冒风险回到峡谷。而河道里的牡丹只是因为遗落在含有原初之息的河道中许久未腐，至今鲜艳，而这便是正确的答案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丫头，你不必多说，世间万事可不会因为自责就迎刃而解，自己闯下的祸还需亲自解决。唉，也好，无论如何，最迫切的便是关闭那道裂隙。我这边去将情况通报给司空大人，既然他知道破碎将招致厄运，或许已有解答的方法。将军提到的司空大人究竟是何方人物？总觉得他知道着什么。
既然是破碎了宝石导致那道裂隙的开启，或许重组宝石能够关闭它。我来试试吧。